沙波浪，我不用不准备有啦。钓鱼台海面大印专属印。哎呦啊！哎呦啊！这是台湾，这是全世界上光的光。全世界上。今麦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全世界上光的光，我是刘邦阿德。今日节目上邀请到三个 rocker 来我的节目，跟咱斗阵开讲。志刚，你先自我介绍者。大家好，我是相知音乐志刚啊，嘛是第一届，因为这是第二届火球季嘛，第一届我算是主办，算策展人啊，这届是做顾问，这届跟灭火器两个团员做回来上德哥的节目。来皮皮，哎，大家好，我是灭火器的贝手皮皮。没有吗？啊，这届火气啥会？我这届，因为我主要我伫火气音乐，主要是负责商品呐、啊，商品开发。对啊，商品开发，所以这届嘿周边商品对，那是我来处理安尼。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哥好，我是吉他手吴信呐、啊。
什么五行？雨辰啊，雨辰啊我是五火火星嘞。对，人空一七年的时阵，火球机第一届。嗯、我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迄当阵啊，已经高雄有一个大港了嘛，哈。对。为什么灭火器要去你高雄办另外一个火球机？这理念其实足简单的啦，因为高雄是阮的故乡嘛。嗯。啊，阮一直看到国、欸、所有的团员拢高雄人吗？嘿，阮我高雄原始团员是啦。啊，是是。嘿，啊，就是阮伫细汉的时候看到做者国外的团，啊，也当家己的家乡办音乐季，所以阮也选个做欣赏的。嗯。就是讲，卡苏那是有一讲，阮有阮的能力有够的话，我嘛是要安尼算一个回馈吧，啊，个一个。目标啊，因为这对一个团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代志。嗯，因为背后要付出的钱啊、人啊，你是钱啊，对啊，讲钱个不好听，就实在，对啊，人啊、心肺啊，哈，所以你办的是坦白讲非常的辛苦，对，就忝的。几工啊？我讲一下第一届时，因为迄阵没有进三个，就是大正啊、雨辰加皮皮三个拢各用出新的嘛，啊，所以其实是真正对高雄做感情的啦。啊，迄阵第一届时，我嘛想足久的讲，我嘛甲大正讲，因为就要办这个音乐季的想法足久啊啦。嗯，因为就像拄阿雨辰讲的，因细汉看到像迄个日本的乐团 Air Jam 嘛，就是伊拢会办这个音乐季，啊，伊就是经营爱的乐团，啊，选他们选择喜欢的乐风这样子。然后因为音乐季的时候呢嘛，你主办人你去经理。介你感觉袂歹乐团，当然啊，有可能是综合性的音乐季，像大港开唱，伊可能就是虾米乐风拢有嘛。啊，火球第一届选的是希望是较朋克啊，比较重一点的。啊，第二届啊，其实嘛有一些新的元素嘛，像第一届选毛球，吹迄个韩国的 Hillco 安尼来，啊，即届毛球吹迄个像九零八八啊，有像迄个日本的木村凯啦。啊，其实目的是讲大正参加个国际上这音乐季，国内外啊，希望讲个办一个各方面拢是伫家己感觉上好诶。包括音乐上，包括的消费者体验顶管，包括的迄个大正就在意的是，应该灭火器很在意的是艺人的后台。嗯，因为阮第一改版的结构就是讲，其实艺人的后台阮就照顾诶。啊，其实吼艺人的感觉是讲，哇，他来这边，他其实不用想太多，然后被照顾得很好。focus 在他自己的表演就好，好好的吃，好好的休息，对，啊，演出就会好。对，啊，你演出好，其实对消费者来讲也感觉就好，因为当然今麦做者音乐季嘛，不是讲。其他音乐剧做得不好，只是讲爱好打做出不完的感觉。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乐团的，我们会很在意说后台乐团怎么被对待。对，所以动线啊、后台这些都其实这都很基本，但是会做到的人也是蛮少的。对，你起码得罪足侪音乐剧，讲一句就看，所以我冇讲。蛮你啦，来拖嘛，来拖皮皮，你是商品开发对吧？啊，商品开发你来对，算你比如讲，2017的时候都开始啊吗？2017迄当阵我也未开始做商品即块，对，迄阵就是即马开始做，我就拢会去参考讲像国外音乐季，拢一般拢虾米款的商品，啊，其实伫台湾。有时候气候反而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今天办在夏天，你就不可能卖什么外套、毛衣。对啊，但是这次办在11月，其实在这个天气就还蛮适合出外套或是什么的。其实在这个想法上就会蛮多元的，就可以想很多东西可以做。其实这嘛有商业头脑啊，也在探看这一单。对啊，啊不，音乐季真正就了解呢，加减谈过。我感觉你那个有法度想要办第二届，已经足有勇气啊，你知道？因为我有看了一篇文章哈，叫做什么会啊？朋克小鬼变大叔啊，对不哈？下家鬼，我想要目屎滴目屎啦！我请教你啦，哈，高雄是你的故乡嘛？火球季这个音乐季对你来讲，伊是什么意义的存在？一开始我咧想的就是。有点像是迪士尼乐园，哎，尴尬，应该是讲那是小朋友的梦想。
啊，那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梦想。你现在就是把那篇文章作家延伸的，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小时候想要见到的一些场景，我们把它想要尽可能把它浓缩在音乐季里面，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对，而且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是可以让我们家乡可能以前我们可能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要高雄会有这样的场景或什么的，但是很难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对。当然这次拉到桃园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棒球场才是我们一开始算是想要办音乐季的一个起点。但是第一届不是啊，第一届是在那个室内，高雄展览馆，对啊对啊，讲一下过程后啊，因为其实在台湾都要德歌嘛，共轨，其实歌咏舞节就多来台湾，可能上多来音乐季嘛，啊品牌嘛，就后来就是大港开唱，啊但是大正一阵灭火器啦，灭火器因本身就想要伫歌咏办嘛，啊但是歌咏的市场老实讲，对，就是伫音乐市场来讲是就小嘛，啊所以其实第一届我嘛是想就古啊，当然得到足侪人来帮助啦，啊嘛歌咏在地嘛，讲市政府喏，拢有像一挂迄个民意代表嘛，希望讲阮个去歌咏遐个办嘛，个希望个较侪活动。这届第二届要办，本来大正嘛是就希望办第一个用，没有进行规个团拢讲，因为迄阵其实的高雄流行中心有行有甲阮谈过，讲希望阮去办第二届，啊，然后因为工程的问题无法度继续，伊时间无法度配合，对，啊，后来就是想讲啊，过程其实挣扎就久诶，没有进规个团，就想讲因为。当初人讲火球就是希望伫高雄的故乡来办嘛，当然啦，当然。对啊，因为无场地，因为第一届场地真的足贵的，所以这届我是站在劝大正公卖一定坚持伫高雄办安尼啦，因为底下你付出的成本就贵。大正是不是足恐怖的一个人？因基因三个拢算是啦，因没有这个团拢的，因为就像皮皮都要讲嘛，这是因细汉的梦想嘛，啊，希望伫家乡完成这个梦想。傻瓜啦，反正对，哎，傻瓜大联盟。啊、所以哎呦我要跟我说你来桃园，啊桃园有棒球场，因为刚才皮皮也说到，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小孩看的录影带那个音乐季叫 Air Jam， 他就是在棒球场在办的，当年都是棒球场在办，全日本很多所在棒球场在办、啊、所以说啊桃园你第一届，因为2016年的时候灭火器第一届万人演唱会也是在桃园棒球场、所以这届那个火球器真特别，就是说他11月23、24他是第一届在台湾第一届在棒球场办的音乐季，啊，其实对因来讲嘛是真有意义，就是讲，其实没有是算是第一个像桃园棒球场的乐团，乐团，哎，对啊，后来到五月天嘛，跟我现在像枪与玫瑰安尼，所以讲，所以灭火器就晓得吧，无啦，开一条路呢，是啊，算开一条路啊，所以其实，后来因有接受这个代志，就是讲，如果我们单纯就策展人角度来讲哈，你也干嘛讲，其实真正是伫藤班的好处真多啦。就是讲，不是讲歌咏无好，只是讲你算看伫市场来讲，啊，个有伫开创性来讲，啊，伫场地的运用来讲，因为汤棒球场、南美国球团其实对没有些关系就好，啊，因其实嘛做支持，啊，汤市场我去啦讲的时候，嘛讲哇，做希望，因为汤那是讲无一个售票的大型的音乐季，啊，伊嘛做大家做支持安尼。Just
什么要两当才办一届？郑宇成，你可知啦？你那每一当拢办的话，这真正是我都唔免惭愧啊。因为你的生活都烦恼这就好啊，你做演讲什么拢无时间啊。但是我咧看大港还是看火球音乐季哈，我感觉因对一个城市上重要的都是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进步，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多不一样的面貌。会将作为少年郎进到那个城市，为高雄注入一股非常清新的气象，然后也给高雄带来很多的希望。我自己是这种感觉，我不晓得像基刚，你是个顾问，你们当初在做这个时候，没有发现到说，其实一个好的音乐季哈，对这个城市非常的重要。因为当然，因为其实都要德哥讲的，我想工商服务节的是11月23、24啊，在桃园棒球场的火球季，其实真欢喜，做荣幸邀请到德哥来唱啊呢。啊，其实我拢唔敢讲，我所以我都爱问，都爱德哥问的，我想要带你个请德哥播唱一下，就讲，因为你唱过这样子音乐季嘛，希望讲你让比较一下啊，你心内因为德哥金门人嘛，金门。看开，要不静静舞，静静就土豆音乐季。对对对，但是哈、哦，我咧讲，我感觉上悲哀的是，我咧当地政府无遐尼啊支持，所以非常的辛苦。而且就是因为金门的少年人较少，所以你爱做这个音乐季，其实需要热情啦。啊，老岁仔无法度啊，啊，够体力嘛，啊，体力嘛，对啦，真的啦。啊，等下得个问题是讲，因为我当初的就在进行毛产物的大港，可能较中早期的经营，其实一个城市的音乐场景吼，伊需要做这物件。啊，其实音乐季，我哋大概讲音乐季是一个综合的表现体。因为伊甲单场演唱会无共，爱甲 live house 嘛无共，爱正三阶段嘛。啊，其实音乐季是养一个城市的一个音乐的环境，它而且它带来最大的商业收益，因为它的天数较长嘛。你演唱会你除非是五月天，该会开十天，啊不，大部分一天而已嘛，一个暗时而已嘛。你可能要来，你就是7点唱，你可能5点到现场。但音乐季无同，因为是规天的嘛，你可能要待两三天。所以你带来城市效应都多，观光啦、住宿这些话嘛，食衣住行。对啊，对赞助商嘛是嘛，你那是干啦一场，你两者来就少。但是音乐季两者来就多。就是啊，所以其实带动的气氛就好诶啊，所以其实伫一开始大港迄阵，2006那一阵子，之后要复办的时候，2010那一阵，其实想法嘛是安尼，就是一些城市要有想一个音乐季的物件，慢慢来起。啊，你到可能因为后来到高雄的沃嘛，新的迄个 live house 起来嘛，啊，慢慢到迄个演唱会才变来。其实这东西规个合作会啦，啊，所以其实这届桃园市政府高温合作的时候真好，就是讲，因为桃园嘛，拄啊有要开一个算流行展演中心，流行的展演中心，就是希望讲对火球季开始，有一个音乐季未来，去带这个讲在地的音乐气氛啊，音乐环境啊，那啦，对。一个城市有一个这么伟大的音乐季，它就是一个骄傲了。你打算讲到傻瓜嘞，哈，加棒球。大正你拍棒球我知道，你我嘛有，我较早那是摇滚棒球队当家便当手。明仔载要练球，要做回来无？火球音乐季也艺术应该加棒球那有关系嘛？讲一下大正他的心情啊，伊要不来？其实大致上来说，就是一个执着吧。虽然跟棒球有什么关系？无，因为你拍棒球，你有赢嘛，会输嘛。我当然啦、啊。对啊，你嘛是会拄到做些困难的吧？按个你嘛是想要进步，你嘛是想要赢嘛。当然。所以这个是要靠你的心态啊，啊个你的坚持啊。我讲这个办音乐季拢是同一款的道理，其实跟人生拢同款的。就是台湾有这么多音乐季啊，基刚，你感觉火球除了第一届，因为这是第二届了嘛哈，第一届因为是朋克。是。但是底下是有加了一挂别的元素啦，你头先你讲的迄款，啊，对，啊，你感觉这届嘞，这届火球季的特色是甚物会？都要得够共的嘛，其实傻瓜。这届几个团呐、啊？哦，剩落来嘛是呗，三十八，38，人贵人三步60外。对，我就讲这无共嘛。对，所以我要请教你的是讲火球音乐季它的特色。其实，都阿德哥有讲到嘛，讲第一届是歌咏嘛，第一届是特色的讲，第一个是棒球场，对我来讲其实意义蛮重大的啊。
主题是叫傻瓜大联盟。啊，对我雨辰嘛，讲的跟棒球连接，其实跟棒球个连接是，其实日本有一个词啊，这野球八嘎，就是野球傻瓜嘛，瓜等于讲只喜欢野球这样，只喜欢棒球这样。啊，其实对我跟雨辰讲的真行，就是讲其实对灭火器来讲，因就是可能爱。其实可能爱应该跟棒球，啊，所以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次其实体验上会也有一些棒球元素在里面，所以蛮期待大家，因为音乐季不只是音乐表演啦，对，有这些周边的活动嘛，因为像第一改万五那个旋转木马嘛，啊，是棒乐摇滚乐旋转木马，那个旋转木马呢，几乎要有诶无诶，其实周边也做做好算诶物件，而且我给你的硬体设备。应用像全部拢上好诶，各升级啊呢，未去用电着，对，未啦，未啊，电过电过惊，对对对，对，丢了哈。第二届进行，咱先来回想一下第一届，第一届，只讲你讲到参与嘛，是，啊，恁三个 P P 波，你讲者好无？你感觉第一届的带给你们的美好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其实真的是。美好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因为其实像是你一进会场，然后看到大家就乐迷啊，他们就会跟你打招呼啊，很开心啊，然后跟你说谢谢，啊、谢谢你们找谁来啊，啊谢谢你们哦，真的很好玩。要只说谢谢，要叫朋友多买票，反正没有第二届。哇、啊，说得好，对啊，叫朋友来啊，跟对啊，你看每次按赞一万，来的才一个，啊、真的。对啊，参与人数上少，还有没有其他开心的事？还有像乐手也是啊，就到后台，他们说，嗯，东西太好吃了，被照顾得很好，这样哦，大家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有感觉啦，就是在台上他们会觉得嗯很舒服，他们表演起来真的很爽快，就很开心。嗯，而且我也觉得像这一次应该会有很多乐团没有机会在棒球场演出过啊，我只有单去唱过拉面狗吧，哦拉面狗，我有去唱他们开场，对对对，但这是音乐季，所以感觉会不一样，所以直接站在场内，对，所以大家应该我觉得有来演出的乐团应该会留下蛮好的回忆，对啊，几刚第一届其实有趣是，我觉得如果说好或不好来讲，我感觉对于我办音乐季的经验较侪，所以其实第一届火球不算是我第一次办，但是对于灭火器来讲，你觉得以及整个团队来讲，就这是第一次办音乐季。第一次来哈，有哪些乐团？第一届像都要讲到韩国迄个 Hillco 嘛，就红的团啊。其实第一届个节真重要是，我请了一个美国朋克的，算是小时候的加拿大偶像诶 ，Sum 41嘛。啊，像灭火器就这迄个日本朋友嘛，芒果800嘛，虾米 Brian Man 啊，都有来嘛。啊，其实台湾呢，像迄阵 Trash 嘛，啊，米先生嘛，血肉果。之机嘛，这挂盖就是较好啊，就是袂歹台湾的迄个比较重一点的团啊，所以都有来啊。其实整个气氛其实非常好啊，包括第一届毛节免费舞台的海边啊，其实就水啊。所以我觉得好的事情都应该，我这届嘛，大家讲就是火球季第一届，我较强哦，是讲几乎是零负评的音乐季啊，第二对满分，就是对乐迷来说，几乎是没有人给我们负评，然后乐团来说，说我去表演的，大家回想都就好。所以其实这是好的课本啊，我感觉唔讲无好的本，讲第一当然是老师讲是了解的嘛，因为成本就管咧，请海外团啊，伫硬体上规格拢要求就管。但是我是感觉讲这个不好的后面更好是说，让灭火器他们学到说哦，办一个音乐季啊，去承接这些责任有的无的，这是我感觉因学到上这物件。没有一件事情中第一届办的时阵都是面面俱到，我们从中第一届去学习到好的跟不好的部分啊，第二届时阵咱再来慢慢改进。
Shining bright.